You are probably familiar with Justin Bieber's hit song, Stay. When I'm away from you, I miss your touch. You're the reason I believe in love. But how about this rendition? Moyun is a professional Guzheng player. Since 2014, she's been uploading videos of her pop music adaptations on Bilibili, China's version of YouTube. Now she's got over 2 million followers. So, why did she start? She was still in school at that time. This was one of her first videos. 当时千本音是我完全就是自己在家一个人搞的。 所以呢，大概花了有半年的时间做那个曲子。其实刚开始做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这个会有什么太大的反响，因为民乐嘛，感觉大家都不怎么爱看的。Instead, the video went viral in 3 days. In 2017, she signed with a local talent agency and started creating content on Bilibili full-time. 因为我没有学过正经的乐理啊这些，所以我觉得我对音乐的理解就是出于，我觉得它好不好听，以及我想让它怎么样变得更好听。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发生、非常即兴的一件事情。 录一个视频，最开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选曲。首先翻译成简谱，过程当中呢，然后我就会想，哎，怎么加入一些技巧，怎么加入一些改编。民族乐器它不适合合奏，就是因为它每一个乐器，比如说琵琶、二胡，它的个性都非常的强。古筝类似于贝斯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它的间奏的编配是一个难点。 流行曲目它是有自己的旋律的，中间的这一段间奏，它比如说有很多半音，那我弹不了，我需要通过我现有的这些音，用古筝合适的技巧，然后呢又不能说破坏它这个和弦的一些音，然后呢很顺的把这一段编得比较有古筝的感觉。 他很完美主义，每次我和录音师就是互相折磨。<笑>我们都非常的重视每一个作品的一个质量，包括从录音到后期上面来讲的话。你的那个古筝我在淘宝上都买不到。啊？我搜了的，只有一家在卖。 因为古筝嘛，这个是民族乐器，它是木头制作的嘛，它有可能会受到那个温度啊、湿度的影响，它的音可能会在演奏中就开始有点跑偏了。演出或者要拍视频的话，大概会10个小时左右，一首6分钟的专业曲目，你要能拿上台，至少3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是007啊，就是没有所谓的休息时间。我们是为了节省时间，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吃外卖。这家好不好吃的味道？超级好，嘴巴都烂了。 Wearing a mask or veil has been Moyun's signature look since she started. 我选择在拍视频以及演出的时候戴面纱呢，是因为我不是古筝专业的学生，然后我觉得自己在舞台表演以及表情管理啊各方面可能不如专业的这些演奏家们这么的得心应手，戴一个面纱会让我自己在这个形象上感觉更舒适一点。
Moyun's rise is part of a larger trend among young Chinese people. Many of them today are trying to learn more about their roots. Videos about traditional Chinese food, music, and art are very popular today. This has created stars like Li Ziqi. 中华文化里面其实会有更多比较更高深一点的东西，可能没有那么的接地气。 现当代人的这一些流行文化比较接地气，所以呢，我就觉得这样结合在一起，可能让大众会更好接受一点。想通过这样能让更多人打破大家对于民族乐器的一个成见。